大家现在呢，我要开车去载我的哥哥，就是我的亲哥哥，他应该算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影片我的频道里面。我哥哥他是刚隔离完，他从日本回来，然后我跟我哥哥大概多久没见了，大概有4年，真的是4年没见了。因为他之前他其实有想要回来，可是就是那个时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想说先缓缓，然后就结果就缓一缓缓到最后4年了，我们真的就是完全没有见，就有时候在 LINE 上面聊个天，讲个电话而已。其实我也真的是很想我哥，因为有时候在讲话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说，哎，你什么时候要回来什么，真是很想他。然后我哥哥在日本已经8年了吧，8年9年有了。小时候的话就是比较常吵架，就是那种兄弟吵架，可是在电话里啊或者什么时候，其实我们基本上我们感情是超好的，所以我真的是很期待要去见到他。等一下我哥哥呢就上车，然后我还特别租这台车子，我就想说就是方便带我哥哥去他想去的地方啊，或者是他想要吃什么，让我就载他去。其实我都还不知道我哥哥回来台湾第一件事情想要做什么，这个其实我也蛮好奇的。然后我在这边先说，我跟我哥的型是完全不一样，我哥是看起来比较偏文青一点，然后我可能就是比较喜欢穿这种 oversize 的衣服，然后我哥可能是喜欢穿 polo， 有点像打高尔夫的人啦。对，久しぶり。好，我哥要进来了，我哥要进来了。哟，嗨迪哟，哟，嗨迪兄，めっちゃ久しぶりでさ、結構楽しみだったからさ、今ブログ撮ってくる大丈夫？大丈夫。Hello。刚刚我有跟大家讲，就是我哥哥真的是比较文青，就躲多细哦。嗯，我哥哥是完全听得懂中文，你听得懂对不对？听得懂，会讲对不对？会。我比较不会讲话，对，请多多见谅。请多多见谅。开车之前，我想先问你会热？还好，还好。你回来台湾，你有想要做什么事情吗？就是最想做什么事情？脚底按摩，珍珠奶茶。好，不然我们先去买珍珠奶茶。好。啊，隔离饭店的东西好吃吗？还不错。可是跟日本不太一样，就是比较蛮重型的。哦，你中文 OK 吗？还是你想用日文说？いやいや、日本語でいい。日本語日本日本語の方が多分気楽でしょ？気楽。でもあんまり日本でそういう揚げ物とかあんま食べないから、おならがめっちゃ臭くなった。おなら？そう。じゃあタピオカはあのウスラ飲みたい、それとも他のそのミクシャとかさ、いろいろ新しいのあるわけよ。何飲みたい？何でもいい。何でもいい？あ、じゃあ。今ここ東区でしょ。一つマジでうまいタピオカ屋さんしてる。ただそれはちょっと屋台っぽい毛巾、え、黄金っていうあの珍珠奶茶店。そこ行く？いいよ。我们来聊一下我们的小时候好不好？好啊。基本上呢，我哥哥是会欺负我的人。对啊。これは覚えてるでしょ？覚えてる。我是被欺负长大的。可是我哥哥真的是变很多，めっちゃ変わったよね。どのように？なんていうかな。昔は性格がちょっとカクカクしてた。その坚持的事情很坚持。で、有点不听人家说话的感觉。像爸爸一样。对，有点像爸爸，就是很有那种日本人的坚持。可是那个坚持有时候又是用在有点奇怪的点。そうだから今はなんか丸くなった。变圆了。そんな感じ自分でする？気づかない。じゃあ俺変わった？変わった。顔が丸くなった。やめろ。哎呀，我哥啊，变得很像有大明星的那种感觉。谢谢大家的那个支持哦。哦，对耶，因为4年前我是没有开始 YouTube， 对，所以你那个时候见到的我是完全一般人。可是现在老实说也是一般人，只是说在 YouTube 上面可能就有一些人知道我这样。对。でも俺とお兄ちゃんってさ、俺がメガネと付き合い始めた時、覚えてる？覚えてる。俺とお兄ちゃんの関係おかしかったよね。ちょっと縁切れた感があるよね。その時一瞬。それってなんで？覚えてる？わかんない。その時なんかお兄ちゃんさ、自分のことにしかあまりフォーカスしてなかったじゃん。だからなんか他の人は眼中にないみたいな。そう。だからその時俺ももう完全に無視されてて、兄弟っていう感じはなかったね。お兄ちゃんが日本に帰ってから話し始めるようになったっていう感じ。関係が良くなるそのスピード早かった。後で俺が買いに行く？それともお兄ちゃん買いに行く？あ、二人降りれないもんね。そう、俺は。あ、じゃあ何いる？俺はもう普通の珍珠奶茶でいいよ。甘さは？買えない？俺は買えないね。俺はもう普通の。じゃあ俺が買いに行く。オッケー。言える？言える言える。
OK OK 俺の財布はトランクにあるんだけど俺現金あるじゃあ俺その前にちょっと止まるわいいよ前に OK 練習の中文練習の中文どう？うんまそううんまそう我是奶绿你是珍珠奶茶 OK 你喜欢奶绿啊对哒啦欸我有很久没喝了うますぎ타벽이올라가요네응要不要去海边看海好或者是没有选项了我要去海边你想去海边吗嗯还有一个选项什么直接去按摩 我这附近有一个很推荐的一个地方你想哪一个台式按摩因为你刚刚你不是说你想按摩按摩很想要好啊うまい嗯日本のタピオカと違う違うミルクティーが違うまずでもタピオカはこんな感じ日本もいやちょっとなんか違うでも日本もさ前一時期さタピオカのブームやばかったよねうんちょっとうざかった何でもタピオカどんな店もタピオカを出す俺が日本人学校にいたイメージだとなんか日本人はタピオカあんまり好きじゃなかった、うん、なんか気持ち悪いって言うじゃんその、うん、食感、うん、なんでその後めっちゃこのタピオカのブームが流行るのか本当に不思議だったイケてるものは何でもブームになる映えるからじゃない映えるだけそうでも台湾のさこれとかさ映えるとかじゃなくてもう伝統じゃん、うんちょっとここまでもうブログっていうのはねもうすべてもう算数そうトイレするんだけどこれも撮るのトイレする時も撮るおいやめろおいマジでやめろWhen you're not here, the sun don't shine. When you're not near, I don't feel like I do when you're with me. 他来看我哥在体验那个按摩。师傅现在是很用力吗？中等力道再多一点。还 OK 啦，还 OK。再上去我就可能就不行受不了。大家觉得如果突然改成耳塞，哥会不会发现？觉得会。你觉得会？舒服吗？是。哈哈哈哈哈哈！好，回来喽。Megan 跟我哥一样，也差不多四年前有见过一次，对不对？那你觉得我一样吗？比较瘦。哦，你也变比较瘦。以前比较肉肉的。哦，对。最近真的是很多人都说 Megan 变瘦。嗯。对，连刚刚那个按摩的老板娘也说。对。This is love if I'm making you breakfast. This is 新义区给的感觉依然很空旷，对，最市中心的感觉。我觉得比福冈还要空旷的感觉，福冈感觉很挤。可是你是福冈的，你是住在福冈的市中心，对不对？对啊。还是你觉得是你太久没有回来，你的新鲜感让你加分这些事情？是宽这种广场，还是这边比较宽啊？哦，日本都比较不会往外开阔，它要往上叠。スムージー飲む？俺毎朝絶対スムージー飲むからさ、自信ある。じゃあパッションとリンゴね。それとさ、俺がいつも通ってる美容院予約した。ちょっとイメチェンしない？イメチェンっていうかその台湾に来たから気分転換みたいな感じ。いいよ。おじゃんドロドロあんま好きじゃないって言ったからちょっと水多めに入れた。うん。なんで黒いの？赤いっていうそのパウダー。うん。おいな。百香果的種がうまい。哦，没关系，没关系，前面那边，好，你方便停就好。不知道我的设计师 K 会把它做成什么样子。Hello， 我今天呢，我就带我哥哥来我平常来的这个 Flux 南山微风，环境不错吧？嗯，很安静，因为他这边是包厢啦，所以因为我哥哥有稍微，不是有稍微人群恐惧症。嗯 ，Hi K。Hello，Hello，
然后我哥刚刚有看，周杰伦。哎、欸，其实要的话也是可以耶。剪得起来吗？剪得起来，但就是他得整理，他得整理。哦，这个是需要整理的。对，因为这个你看，他们都是造型过的。其实哥哥，你跟我哥哥的五官就是标准，我们要弄丑也很难的那种。你们不是太，你们不是有太多问题的人？对对对对。哦哟，真的、哦。除非你真的超高额角，那个就会。所以我说想说洗个头，看完那个炫，再看看。对，但我觉得长度可以调整。哦，好。对对对对。我们要让他知道台湾的美发界也是很强的。哎，可是我知道日本很厉害。日本很厉害。对啊。日本很厉害，所以今天就是靠你了，台湾代表。压力也太大。台湾代表。压力。我先知道，我怎么可能剪得丑？真的、啊，你觉得很 OK 啊？很简单、啊，很好剪。对啊，你看我现在这样随便一拨，有个层次感出来。你要不要来第一刀？好啊，我来第一刀好了，我来直接帮你剪第一刀。没事的。好，认真的，好。Could that bitch be a cougar? Sunny on me, but I'm busy seeing through her. I love money, bitches fucking on my mood.好，现在我们要做一个非常冒险，就是说，如果等一下这个是人头的话呢，它就要烫；然后如果不是人头的话呢，那就不要烫，等下就小抓一下。哦，来了，人头。Bad bitch giving brains like a tutor. Shorty tell me how to act and maneuver. Little bitch got me hooked like a user. 哎，不错哎，我觉得有错感，有感，めっちゃ良くない？何？俺生まれてこんなことができるの気づかない？俺ビビった。さっき想像つかなかったことが起きた。俺も。イエーイ！Baby, I'm no angel. She synthetic like a leader. She want me to film it like she Gina Valentino. Yeah, I was down like yeah, took it down like yeah, but then I'm out of there. I make women cry, but I don't fuck. 今天我跟我哥的晚餐是麦当劳，因为我哥在台湾的麦当劳有一个超想吃的东西，对不对？对。什么？麦脆鸡。日本是没有的哦，日本是没有的。大家要珍惜，其实台湾的麦当劳真的很赞。我哥有镜头都不讲话。再见。うわ、懐かしい。高島屋。ママがさ、学校に迎えに来た時とか、授業参観の時にママが待ってる時とかあるじゃん。うん、ママ必ず高島屋連れてきてご飯食べるよね。うん、入り口。うわ。めっちゃ変わった。やばい。しかも全部室内になったんだ。这边是我买的东西，这个在那个 Seven 看到，我想说，哎，感觉还不错。然后这个 Sweet and Salty 这个有点像是之前在那个 Costco 买的那个，有点像，就是它整个 logo 很像。美味しい。然后这是我跟 Megan 的午餐，鲔鱼三明治跟。这个很好吃，大家在那个 Seven 买的，但它比较咸一些。然后我是吃这个葱油鸡汁拌饭，跟这是我的饮料。我哥两颗蛋蛋，茶叶蛋，两颗蛋，水果。我的甜点，我哥最喜欢这个。这个日本没有，好像没有，有相似的。嗯，可这个真的是很久很久的古早味。台湾的吗？哎，是哎，台湾哎，是吗？那所以日本没有，日本只是在模仿而已。论下，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咖啡，对，拿铁，好像超小的，对，然后就是在班上绝对不是会讲话，站出来讲话的那一个。我哥他在一个班级上面应该算是会吵闹、超疯狂的，对，是带领的那个人。我为什么会变得那么沉默，然后认真，是因为我开始练健身，然后就变得比较沉稳。在那之前超疯狂，
那在那之前，你们两个应该是比较像。对，我就是在班上，就是会一直吵吵闹闹的那一群，就是因为通常会分一个是休息时间比较安静的一群，跟休息时间超吵闹的那一群。然后你可能在那个时候，我如果我们同班的话，你应该是不太想要理我们的那一群。嗯，你放屁，你放屁对不对？你是不是屁股翘一边然后放屁？这边通风很好。Slide on a hoe, I'm gonna slide on a cougar. Bad beats giving brains like a tutor. Shorty, tell me how to act, I'm a loser.